各位乡亲，各位朋友，欢迎收看千峰政治台。8月28号，台湾体制外、中华民国体制内，号称立法院、号称是院长的王金平一行人来到的大洛杉矶台湾会馆。欢迎他的有两个单位，第一个是台湾会馆的当权的阶级，第二呢是对台湾现在执政党不满的美国公民。美国公民在王先生一下车就给王先生一个绰号，我们来听听看，这绰号是两个字啊，以台字开始啊，我们来看看这段纪录片。阿碧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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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怎么糟糕？打开过，台湾怎么糟糕？台湾糟糕，台湾变成台湾吗？王金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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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王金平，台湾王金平。那对这个新绰号，王先生可能欣然接受了啊，因为他在会场上面他有讲的话，他说对于场外的人说我是台奸。啊，这是他们自己喊送的啦。我讲这句话送的，啊，其实哦，大家嘛知影，啊，这句话啊变化，即台湾哦，下咱只个中心啦，哦，大家伫台湾徛起，是咱了解着台湾的，但我即句我唔知，敢会感觉我讲话咧，安尼我严重，哦，啊，若伫咱只无深入了解台湾的，你的话我就是讲哦，啊，尊重你的话啊，我就。啊，总是吼，其他些我来当讲，二八年内底，我想着个爱。各位乡亲，各位朋友，王金平先生不愧是大内高手啊，四两拨千斤，可以把这个字就这样拨掉了。他怎么不会去反省一下，人家为什么要这样称呼他，反而用另外一套自视的说辞？所以看起来给绰号的这些台美乡亲。还有点对哦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